上那色彩缤纷的古拉姆，还有印度女孩们的明亮双眸，都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些都是为了欢庆扎格纳节。在印度教中，扎格纳神被尊为宇宙之神，也相传他能够为凡间解除地方的疾苦。7月6日是伊凡库帕拉节，乌克兰基辅的皮罗戈夫村庄的大草原上，聚集了一群穿上传统服装、头戴美丽花环的男女，有的还跳过火堆或到湖里沐浴，为的就是净化罪孽和带来健康。距离巴西里约奥运会只剩一个月的时间，7月6日，里约热内卢市中心的街头却聚集了大批身穿黑衣的社运分子，他们的口罩或手套上都贴上了 Boycott Rio 2016贴纸。这项黑色集会主要是呼吁大众抵制2016里约奥运会，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教育以及医疗卫生体系。